就要一直帅，这不就还需要做任何表情吗？这个也需要演绎吗？我比你萌，我记得之前学过一个，是吴昕姐还是什么的？喵喵喵，啾啾啾。有点热。叫我爸爸，3、2、1。我比你萌，我比你萌。这永远18岁是要白做什么啊？就什么都不用做啊，就坐在这里就好，静静的5秒。你是我的菜，你是我的菜。我比你萌，救命！天哪！快点，给我一个痛快！冷屎宝宝的，好了，过来过来，给我，给我，我的眼，还你，赶快拿走，其他都烧掉，不要再荼毒下一个艺人了。